一踩就痛，脚后跟一踩地就疼痛。让我教你了解什么是脚底筋膜炎，如何告别足部疼痛。脚底筋膜炎是一种常见的足部疼痛，也被称为脚跟骨刺或脚跟发炎，实际上是一种慢性运动损伤。通常在脚跟或脚弓出现疼痛与不适，压痛点常在足底近足跟处，有时压痛较剧烈且持续存在。早晨起来时疼痛感觉明显，行走过度时会疼痛感加剧，严重患者甚至站立休息时也有足部疼痛感。脚底筋膜炎可以影响任何人，无论年龄大小或活动水平。脚底筋膜是连接脚跟骨到脚前部的软组织，支撑着您的脚弓。许多人的脚底筋膜因为日常活动或脚部结构异常而受到压力，这是与足部骨骼结构相关的病理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脚底筋膜会遭受连续损伤，最终导致难以治疗的慢性疼痛。在新加坡，脚底筋膜炎是一种常见的足部疼痛症状，但往往被忽视掉。要诊断脚底筋膜炎并不难，但它是一个常被忽视的慢性炎症。为了尽早缓解脚底筋膜炎，最好及时寻求专科治疗。一般的物理治疗、穿舒适的鞋子或服用止痛药等措施并不能解决引起脚跟发炎的根本原因。许多专科诊所或医院可能只会开出止痛药，推荐物理治疗或提供关节注射，但这些治疗方法可能无法完全缓解疼痛。医疗手术通常被认为是解决方案，但手术可能带来神经损伤和手术区域活动受限等风险。在考虑手术或依赖止痛药之前，你应该了解一种革命性的疼痛管理方法，这就是口服健康补充剂越来越受欢迎的原因，特别是因为它们可以在家中舒适、简单和无副作用的使用。权威关节活素是一种健康补充剂，可以提供一种替代方法来处理由慢性炎症引起的足部疼痛。它是获得新加坡发明专利的一个关节产品，它的专利配方可以帮助缓解疼痛、恢复活动能力，无需手术或侵入性程序。通过将这种保健品纳入您的日常生活中，您可能能够缓解足部疼痛，恢复活动能力，让您站立起来享受日常活动，告别足部疼痛，重新站立起来。探索权威关节活素为缓解足部疼痛提供的天然和非侵入性解决方案的好处，不再受苦，不再依赖止痛药。权威关节活素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式让您重新振作起来。作为新加坡专利发明的产品，它经过严格的测试，以确保其在改善关节健康和减轻炎症方面的有效性。立即获得权威关节活素补充剂，开始走向更健康的膝关节之旅。权威关节活素在新加坡的中西药材店均有出售，80粒加20粒免费胶囊装，零售价仅为新币48元。询问电话6562-5526，6562-5526。